快看呀，伙伴！随着新版本的到来，我们的蛋仔岛上左边出现了两个集装箱，右边出现了一堆沙子，很多蛋仔还在开开心心的玩沙子。对，伙伴们，别高兴了，别高兴了。No！ 你们还记得蛋仔岛上现在我们玩沙子的地方？这里以前出现了两个大家非常喜欢的东西，应该沙子的到来而被删除了。快看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伙伴，在很久以前这里是一个足球场呀，大家都喜欢在这里蹦啊、跳呀，一起踢足球。伙伴们，后来足球场就被删除了呀，这里变成了一堆沙子。伙伴们，如果你们还记得足球场，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。到了后来，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棵红色的大树，伙伴们，在大树上还有一只蝴蝶，我们蛋仔可以乘坐蝴蝶在蛋仔岛飞行。可是啊，伙伴们，随着新版本的更新，这里出现了集装箱和一堆沙子，以前陪伴我们的乐园、球场、蝴蝶全部因为他们消失了。伙伴们，别高兴了呀，别高兴了。大家和足球场说句再见好吗？和红色大树说句再见好吗？和蝴蝶说句再见好吗？